觉得我跟阿玛尼非常有缘分。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2007年，我第一次穿阿玛尼也是在2007年，在那个时刻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温暖的时刻。我觉得成为 Armani Exchange 的代言人最大的意义和收获是让很多亚洲的一些朋友看到了中国人的面孔，看到了我的形象。跟 Armani 合作以后，更让我明白了什么事情是需要坚持的，然后什么事情是需要去变通的。 Armani 是一个与时俱进跟着年轻人一块在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年轻人的。大家不断的对阿玛尼的喜爱，然后阿玛尼不断的去给市场带来更多的年轻的元素，我觉得这个是两者结合最永恒的一件事情。